蜂蜜能放多久？蜂蜜能放18至24个月。在市面上进行售卖的蜂蜜，根据食品法规定，市面上进行售卖的食物都需要标明保质期，厂家一般把蜂蜜的保质期定在18至24个月左右。但是蜂蜜是由大量糖类组成的，不易被细菌微生物等繁殖，经过自然成熟的蜂蜜能存放很久，因此蜂蜜的保质期可以根据味道来判断有没有变质，没有变质的话就可以继续食用。在食用蜂蜜时需要注意，天然的含有活性酶的蜂蜜不能加热至60摄氏度以上，否则活性酶会在高温下变性失活，破坏其中的营养成分。蜂蜜在温开水或凉水冲泡时口感甜，用较高温度冲泡口感会变酸。蜂蜜一般存于阴凉的地方，但是温度不宜过低，蜂蜜一般在10摄氏度时会发生结晶，不利于食用。